TV 一号台裁判员耿威，记录裁判员韩文涛、傅怡然，运动员陈建峰、马克戴高麦高利。下面比赛开始。陈建峰，你好，请双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马克麦高利获得开球选择权。各位观众，欢迎大家通过企鹅直播平台、中国体育直播 TV 平台观看英之故乔氏杯2018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山东临沂站第五比赛日 T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阿苏，苏新元。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挪威的麦高利对阵来自中国湖北的球手陈建峰。比赛采用100分钟限时，17局9胜，双方轮流冲球。本场比赛也是本次分站赛第二阶段192-96单败淘汰的比赛，获胜的一方将继续征战，而落败的一方将被淘汰。今天跟明天将进行两天的单败淘汰啊，所以说在这个阶段一定要谨慎。可以扒炸技，可以摆到球点上继续进攻。重开，或者是继续进攻。对。这位挪威球手马克麦高利，他是英国著名的这个斯诺克比分网站球杆比分的创始人之一。这杆考虑时间也比较长，左边啊，11号球，跑进白球上来顶到4，12号还可以打，角度有点显大，这杆球有机会可以去稍稍带一下上方的库边13，最好能够轻轻 K 一下薄边。小心黑八，好球，还可以利用低杆去向黑八底带啊。
1-0。马克麦高利胜，比分1-0，开局清台。在这里，我们感谢乔氏、中式八球台球桌、企鹅直播、中国体育直播 TV、LP 球杆、野豹台球杆、威力台球杆、波茨杆、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雅乐美台球、纳布斯台球专用纳米擦杆布、90000集球器、优泽智能球防系统、爱跑光影桌球等合作品牌对赛事的大力支持。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查询相关的比赛信息。现在上场击球的是来自湖北宜昌的球手陈建峰，1993年出生，据了解也是湖北宜昌当地非常著名的中式八球的球手。明显啊，看来这一杆主球的8点钟方向，一个推杆。右下方啊，底带还需要一段准度。好球，非常专注啊。嗯，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登上咱们 TV 台了。没错，从上一次比赛的表现来看，麦高利呢，虽然说是挪威的分站赛冠军，也是一个超级的台球爱好者，但从他的击球动作以及攻架来看呢，他具备比较强的斯诺克的功底。是的，你看这。平时啊玩的这个台球项目还是比较多的，对，起码它具备普遍的欧洲球员的一个特点，就是打球很合理很实用，没有什么很花哨夸张的线路跟杆法，打球经济实惠。力量是不是多了，结果这回稍微多给一点。这颗球它是左手啊，有点别扭，这边右手的话一趴上去还好，稍微带一点点的左塞啊，还是可以去有机会把这个六号球打进小扎杆，就这一点。他站在那里打中单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想法和判断了，就怕走过。他也有考虑过12，就是从12里边走，然后下到最底，对，一条安全线了。这也是这种欧洲球员跟这个咱们的国内的中式八球球员不同。
咱们国内的球员都讲究把这力啊放出去，啊，尽量用多库来卸力，这样保证手不软啊，球不虚。但是外籍球员这一边更多想啊，我能走一库，不走两库。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对，打法跟习惯。啊，跟风格也是有直接关系。打一 K 十二号还是位置不算好，下方还可以打九，再过渡啊。左边中带十二，高杆推弹一库起来就好了，力量不要太重。这个位置还可以再推，继续高杆弹一库过来，右边上方还有十号球。选了个十四，那需要低杆横台，准度不错啊。真是打法不同啊，用小头杆的球员更喜欢白球跑得多一些。对，像刚才这盘球，如果是上一盘让李赫文来打的话，李赫文肯定会选择大师，最后用中带去衔接把好，因为这样更简单，往下一推就好。对，三女马克麦克利开球，力量也比较大，嗯，球进。看出来就很专注，眼神还有杀气。是的，到最近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嗯，是不是有一种不明的力量在背后去推动它？是不是啊，网络上最近总在流传啊。对，这杆白球的位置来看一下，中带要直接打的话还是不好进的啊，有可能是要借下力的。但是你要借力，白这个二号球是往下，除非你力量大一点，把那个花色球往下顶的多一点。嗯。但是还要考虑这个花色球对红三的关系，对。但下边球自己这个位置不要破坏了。还是单下准啊！准准准。看来他对于咱们这个中巴球台也是有一点点熟悉了。嗯，以前不熟悉的人都是打这种圆角的中带打不准。这种二号有没有极限薄啊？我觉得打红三吧。嗯，下面两个单色球可以选一颗先，打完之后呢，争取白球再上去。准度问题啊，没打进。
这颗球左上角的角度呢，有机会倒是可以利用中低杆发力啊，右边有机会可以去带一下。十四号球，这个十四号的位置还是比较难处理的，不然后面有机会看看能不能有一个翻中，还是要带，白球掉带了。马克麦高利可以尝试的，有机会可以摆一个五号，有角度，向右边，去将红三的这位置稍微带一下。如果能刚好 K 到红三上半边是最好的，不要把这个对方的十四号球啊，也同样带出来。只能打三了。再走，有组合啊，对，可以传，打七传二号，轻轻打，尽量传的稍稍的厚一点，不要太薄，传薄了白球传完之后七号球容易停到上方的这个边库上，没错，薄了，哎，还好啊，力量够轻，对，够轻，传的够正。镜头给他特写啊，嗯，麦高利很这个从扮相啊，这个胡须的这个形状来看，很像这个美国的影星啊，对，诺曼·瑞杜斯，主演过这美剧《行尸走肉》啊，那剑男啊，射箭男，对，乃努啊，对，还有这个电影啊《深空失忆》里边的男主演，骑个大摩托啊。说句闲话，就好多老外都觉得中国人、亚洲人都长得差不多。其实我倒觉得外国人长得也都差不多。一样。包括有一个咱们这次来比赛的球手，光头啊，光头的一位球手，对，很像这个《速度与激情》里边的，对，对吧？范迪塞尔，身材比较高大，嗯，很魁梧，很壮。刚才我感觉马克麦高利还是心理上稍稍出了一点小波动，最后这黑八没有打进。陈前锋连打带防守，黑八有翻带的进球啊机会。那如果说这杆球翻进还好，翻不进的话，白球自然向下。如果八号球在球台的右侧边库附近的话，陈建锋用九号可以防守。就现在这个位置，白球这个位置，没有挡住，这一下过来，右上角底带好像应该是没有了。那这杆也是个陷阱，你要往下拼，拼进了那自不必说，拼不进很有机会把我边库的球带开。
陈建峰这边也是过来看看白球怎么放啊，对手是不好打。打九号啊，下边薄边，放到左下角，十四号呢刚好在上面是挡着带口的，这效果不算好。九号又停在了左边的后边上。控制好力度，左上方顶带，力量够轻的话停带口。打进，哎，白球，没事。三局，马克麦高利胜，二比一，麦高利领先。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四千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第四局，陈建峰开球。来个双击，现在这个位置白球从上往下的话，来看一下啊，陈建峰怎么来选。进之后可以自然弹下来，左边还有一个边库，还可以用加杆，看能够到吗？够不到的话，小加长靶。这番花球需要解决的边库球还是很多的啊，右边还有一颗。相对花色球、单色球更简单一点，所以麦高利呢也是故意漏了一个破绽，嗯，让陈建峰去选择这比较难的花色球，对。一旦你青台路上出现问题之后，我单色球比较好掌握。哎，没有太注意啊，左边马甲下面碰七号了啊。麦高利看看怎么来摆啊，直接摆了上方的三四中间啊，选一颗。下来先找机会把七号球打进，最难的一刻，而且一定要留些角度。麦高利看有没有一些多余的想法，比如说这个球我要不要想去处理对方的球。
管，推二过来，打七再上去。这个杆球就需要一个准度了，而且角度啊有一些小，稍稍有点小，要发力。非常准确，但是白球并不算特别理想，不理想。再往上走那么一到两颗球的位置最舒服。是的，现在还要打六从上再下来，如果要走十号球右边这条线的话，上去没问题啊，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些反塞，就是右塞高杆才可以。不然你从十号球左边走，留下一个五号球呢，有可能在黑八的位置还要出些小问题。看麦高利的选择，他有这种想法，但是球打得太厚了。想和陈建峰看要不要打十，调一个对向下借力的线路，因为只要借到六号球跑开，而且我这边十号可以衔接。我觉得这个十四号这个角度还不是很合适啊，你就直接去横向向左边去叫，后边最难打的十一号，但是位置不好。左防守了，中杆。干斯诺克，十秒，延时。左边有一库解球啊，直接要扎杆了，看五号，这杆球扎的还比较准，但是还是漏了机会。十一中带可以打进，首先可以先去调上方的十四。左边中带五号球附近啊，这个边控可以吃控下来，调到最难打的九号。带一下，这杆的位置还不算是很好啊。如果打中带的话，还是有一点点薄。打底带又有些够。不太好收力，看够不够准。这种球主要是下球点一定要判断清楚。好球，
四局，陈建峰胜2-2。第五局，马克梅格利开球。相对感觉起来啊，花色球更简单一些。进入到单淘阶段，我相信啊，这些国外球员应该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输了就将被淘汰了。对，换了，打九号，来球两库，从右侧过。这杆球没有明显的控制啊，如果说他是想两库过来之后顶七，那么差的有些多。翻中了，对，在准度面前都不叫事儿，难度球啊，一拼啊，拼下了，马上这问题就解决了。推过来刚好可以叫十五。这杆球的白球啊，一定要往下稍稍走一点，尽量叫到中带中线附近啊，然后用中带的十二号球可以去过渡。薄太多了。这个麦高利不是一次了。他打这种球与球比较之间比较近，比如差不多距离在三颗球左右的这种，稍微有一些角度的薄球的时候，中带也好，底带也好，失误率有点高，有点高。你要给他一开放的，比如说远线直球，哎，大角度，这个擅长。但是你要距离，但凡要放近，就不太好控制。不是一次了。这杆虽然说也是没打进，但是马克这边啊，你看中带啊，一个很薄的球，太厚了。白球放到黑八下面，这杆打得相当聪明啊，防守做得非常好，看看能不能博到一个进攻的机会。啊，二号这边还是可以看得到啊，并没有完全挡。这种球让我想起了在秦皇岛跟我一起合作的李平，他是九球出身嘛，所以他就经常会说 lucky ball， lucky ball， 对，幸运球，这个是有意图的，就不属于 lucky ball 了。对，哎，这杆可以叫 lucky， 但是白球，运气不错。LUCK。这颗球组合可是太难了，
不要看好像挺直，就算你摆成三点一条线对直，这个也难打。十秒，延时。自古华山一条路，登临有比上天难，这球不打也不行啊。确实是难打。有没有机会二号球帮进白球，利用点地杆用七号球来挡十三啊？就角度刚好是向屏幕右下方的，传进一颗，然后去做斯诺克。但是这边陈建峰没有去管，五号这边借力就行了。想的是奔青台打。对，我觉得这种局面要一定要有追求。或者说这球就算清不了，先把你带口球借走。对，而且这样二号七号左下边的底带有机会闪开。好球，十二号位置这我要是白高丽，我这看到我这球贴到这个位置心凉一半。低杆能力，哎，这个正常啊，正常正常。你够着打，本身动作不太好控制，希望不要受影响。这杆白球位置调的不算好，角度还稍稍有点大，还需要从下边再上来，就是要小心四号球。进黑八，三比二。第五局，马克麦高利胜，比分三比二。六局，陈建峰开球。这一杆就陈建峰的大力炸球啊，噼里啪啦进了好几颗，效果还非常好。其实从前面几局球来判断啊，嗯，陈建峰的这个准度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是的，而且大概的思路呢也可以支撑他通过这种打法跟准度呢去完成青台。之前有过一次犯规了，小心带一下二。
九号还可以打。这杆球如果是不想轻推啊，可以法尔利直接上去了，上方刚好是左上方啊，跟右上方是有两颗球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对，当然十五用十号刚好来过渡啊，对，十三下来，对，角度要好，直接就轻推下来。角度要不好，弹库再起来都可以。对，这附近的球还是比较分散。对，多了吧，这个力量太大了。底带再推，擦白球，防静电。之前刘迪啊，有一杆，有一杆这样的静电，很有经验。够准，高杆往前推就好了，稍稍薄了一点点。嗯，镜头特写啊，九三年的，来自湖北宜昌的陈建峰，看这面相啊，陈建峰也很像这个北京电影学院的这个一位演员啊，邵峰啊。以前我2003年的时候曾经考过这个艺校，他是我的面试的主考官，是吧、啊、现在还偶尔有联系。你考的专业是相声吗？表演。表演，说相声是相声表演是吗、啊、对对对，相声是我的副业。魔术杂技。是不是不要调侃年轻同志吗？两位球员都是具有明星脸啊，对，很帅气。要不要机会啊？从上面高杆，再从顶库下来去兜一下这个五号，这里边最难打的一颗球。嗯。或者直接下低杆交位，而先推上去看红三，太轻了。打完他自己站起来也感到了，这杆球自己力量用太轻了。这就是这个欧美球员的一个特点，他们能不贴库，能不上库，白球就尽量轻推。像咱们中国球员要打的话，弹底库，弹顶库再下来可以卸力嘛。其实关于这个吃库问题啊，嗯，到位，对，一定要善用啊，你自己最熟悉的一条线路跟杆法。没错，越简洁当然越好，但是一定要善用啊，就能力到了可以支持自己。因为力由心生，你越想控制的时候，你潜意识里边会觉得我收我收，但你越收的时候就反而就会越打越轻，还不如用正常的力把力放出去，利用桌角，利用库边，达到走位的目的。好球，准度调回来了，再来打五三也可以进攻，但是有把握的话打掉五之后四三会很好打。你现在打三的话还是需要低杆往回来再弹库起来叫五的。准啊，不犹豫打四红三左边中带，打三的话四号右上方底带还需要再往下调，不如直接打四留一个向下角度。是的。但是习惯不同啊，还是有信心感觉，喜欢打底的，不想留一个中带这样，但是他现在是左手，还要侧身趴到球台上去打这个四，这个就别扭了。先看下方，别碰球。蹬弹一库过来，出事了，完全是身材球，这个球他可能也没有准备这个套筒或者加长靶，有点别扭。
上去。你看，非常帅气的陈建峰，应该是将比分扳平了，3-3。第六局，陈建峰胜，比分3-3。开球，有球进，白球现在停在这个位置，看左边中袋啊，有没有什么好打的？二号球14啊。现在这个位置有把握的话，六号啊，右下腰底带是可以打。地杆从屏幕左边弹扣起来，还可以继续交位。太厚了。六号还是可以进攻，厚了。这两杆能感觉到马克麦高利还稍稍的有一点点着急。一打一 K。杆球也是刚好啊 ，K 完之后呢，左边球太多，也是没有 K 动。上方底带还是可以拼。这个出完杆之后，身体啊，这杆球的这个出杆，我感觉它有个甩的动作，整个发力动作不完整。有点着急啊，双方其实这一盘球打的都有点快。嗯。右边中袋的这球也给对方帮进了啊！现在
双方开始斗这个中盘缠斗。目前我们看到的马格麦高利在跟国内球员对阵的过程中啊，嗯，也没有太多的这种中盘缠斗的这种经历啊。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坏事，因为你越往后面打的话，你碰到的这个国内球员级别会越来越高，风格迥异，各有不同啊。咱们在排名32的球员里边，有一些球员确实他们的风格是很擅长来控局的。对，比如说像这个西红宇啊，啊，刘闯啊，这都是这种战术大师啊，办法多。中带打薄了，白球放现在这个位置呢，马克也没有好进攻的球啊，并且七号球跟左边库边上的六号也是两个难题。对方在球台上啊，两侧都有各一个花球啊，离中带非常近啊，做防守确实这杆球也是有一定难度。十四，会不会啊？感觉还是想顶，但是没有顶到。左边中带还可以拼啊，轻打打进吃两库亭上方。又花干了两次了啊，今天这个陈建峰啊，这个已经最少花干两次了。我就担心他皮头别被打松或者打坏啊，因为在比赛当中是不允许你在这边有花太长时间去更换皮头的，你除非是让朋友到吧台或者其他地方给你先换着，你再借根球杆再去打，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你的手感。对，不是自己的球杆打着肯定不顺手啊。再走，看连红三啊，有机会可以轻轻带一下九号。七应该还是够下的，从下方还可以绕两库出来，黄衣也可以叫左下方底带，加杆能不能够得到？直接是带反赛薄的，
这杆球打得太薄了啊。那长台下塞还用架杆啊，这种球确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打进九一帮，白球往下走一点点，刚好用十二号来去做斯诺克。这边马克要继续开启黄衣的上半边薄边啊，白球往屏幕的上方去放，争取做一杆白球比较远的这种长台防守。比如这个球，如果你大力蒙黑八那个位置，你不一定很好打。对，有机会可以解到上半边是最好的。但这就需要白球在撞完边库之后，你这个分离角的判断要非常精确，力量上你要控制得好。对，万一特别小了，就都没碰到空。他会选择一个小，从下方往上，勾下方的这个位置的话，应该还是张指导说的，往上放，看他选择吧。因为这个球对方下边的球太多了，能解到上半边是最好，直接接底带了，也是看到黑八的位置不好打。宁可给对方留下一个下边进攻，也没办法。你看能不能先传？好球。再来，还是要用架杆。这边就可以加一些左旋转啊，争取就是白球一定要较近，对，较近一点好打黑板。之前有过类似的球失误，看这杆啊，路没打进，黄一右边中带漏机会了。打完之后呢，白球的走向是向屏幕左边的边库下方去走的，有可能你轻推下杆黑八也是长台还是两球，这球薄进了，自然两库弹起。八号球应该能稍微较得近一点，但可能角度稍微大一点。这球别虚，不打了。啊，看这个架势，也打，但是打的是大反角，还是长台。就是连攻带守。一样要拼啊！他包中带其实也是大概跟道理差不多，对，只是先吃左边的边空，再往下走。没错。那拼一杆吧，这个球还是值得一拼的。翻中。还是打薄边，白球往下放，黑八往屏幕上面再来防，两个选择啊。陈尖峰进攻就是翻中带，做防守了，力量稍稍有些大。对，他的想法呢是类似于咱们一防一这种打法，打黑八打下来，大概停到这个三，比分三，差不多这个左右，然后白球上去。不过这个力量确实有点大了。八号有运气吗？没有。从下往上可以有机会勾一杆，直接勾黑八。
先看队可以啊，挂着很强的右塞，左边的边库底库再回来，但是杂耍啊。边长，这球我会打。这球基本上碰到了就差不多了。对。哎呦，4-3。嗯。马克麦格利胜，比分4-3。八局，陈建峰开球。希望上一盘的这个八号球啊，不要对陈建峰有什么太大影响。弹起来。现在这个局面，可以上手去打这个12号球，右上方的脚带。换了，打13，帮进4，没有选择，也是打的薄了。麦高利非常好的机会，这感觉可以直接下来啊，也可以弹边库，从两球中间穿过。要不要这一杆球做一个5号跟6号的组合球？他也在犹豫。现在麦高利可能想的是把4号球打掉，然后1号球打进左下方底线上去，5-6做一个组合。如果先打6，那么你这个白球啊要控制好，是不是要开轮，还是要这么传，
这么传也可以。有一些运气啊 ，K 出了机会。他总感觉那么打有些冒险啊。因为这样还要白球再上去。三库八号球底带，没太敢发这个力，稍微有一些尴尬，这位。能不能依靠非常稳定的准度打进？哎呀，这个虚啊，这球打的。中杆横台登边库，这球跟刚才麦高利的时候差不多，只不过颜色不同，意义都是一样的，打进就能获胜。你别虚啊，好，哎呀，助攻了，第八局马克麦高利胜，比分5-3 no nine rest nine time out for 5 minutes nine race to nine or have a half time that time out nine frame九局，马克麦高利开局。现在麦高利是领先2分，这2分都是陈建峰送给他的。
双方在第一个阶段那个失误还是比较多的。对，上来选球，他花色对，轻推一顶，打十四号了，上去之后呢，拿十号叫左边中带的十二，然后左下角底带，再往下板下边这个十三跟九号再处理。又到了这种三颗球到两颗球、三颗球中间距离的这种稍微有一些角度的薄球。目前看这种球它的失误率还是比一般要高一点。对，这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打进的。害怕了吧？刚说完害怕了。哎，你再打不进这个就更那个了。老司机调整一下，他自己心里知道这种角度他可能有天然的恐惧，不擅长。对，有恐惧，不是自己最擅长的角度。你说到这儿，张指导，嗯，平时我以前我你看我2014年练球的时候也是，就打这五分点，包括打一些半贴库什么的，我打右边的，就是我的视觉的右上方的都挺好，一到左边的时候就天然的打不进，就是命中率明显下降，是吧？嗯，这个跟持杆手有一定关系啊。罚点球还记得呢吗？对，右手特别喜欢罚右边，对，不太喜欢罚左边。没错，这就同侧手站位的时候的一个视觉感觉。左手人基本上他打就像你说，他打相反方向，就跟我们是一样的。明白。哇，这杆推得准啊！九号啊，低杆我会拉。三 K 叫右边中带，啊，他这个皮头很薄，很薄，对，很薄啊，怪不得他打出来的白球效果的反应是这种情况，能看出来吗？因为这皮球皮头啊，如果说不是说很薄，稍微的有点点厚的话，会有一些弹性在里面。嗯，弹性在里边之后，它的带赛包括这个白球反弹效果可能比现在要再好一点。对，更明显一些。又是关键球。今天马克麦高利的这种失误还是很多的啊。可惜了啊，感觉现在是一个魔咒。陈建峰两次送分给麦高利，现在又把一个好局面给了对手。对，本来他剩了一颗球，你剩了一桌子，就很好，就最起码是很好控制啊。对，你占有绝对的主动权了。打金同时掉带有点可惜。而且这种球还不是说你吃两库以上的吊带，对，直接啊。趁这个官方暂停啊，好好调整一下。对，强球的比赛还有机会，麦高利6-3暂时领先。暂停。空档五分钟，五分钟未到，判负一局。你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
也抱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钢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波子杆更适合打中式八球。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更适合中式八球。波茨杆，中式球杆开创者。波茨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爱跑强势进化，2.0版震撼登场。爱跑将1.0版本的硬件设备进行了集成一体化设计，使安装更加简便，外观更加轻巧。软件脱胎换骨，娱乐性更佳。92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92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00-147，转二。选择乔氏不后悔，乔氏的案子确实好。都在打乔氏桌，职业选手对乔氏是很认可的。乔氏球台是最好的。我特别喜欢在乔氏球台上打球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是一个字，特别爽。我在北京，我在沈阳，我在福州，我在长春，我在宁波，我在陕西，我在途辽。我喜欢乔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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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喜欢乔氏。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比赛继续，第十局，陈建峰开球。Thank you.
暂停之后的第十盘，麦高绿的局面又非常好。暂停之后，双方啊，现在倒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状况？有没有说经过一些自己的调整？比如说，在前面一些控局上出现哪些问题了？进攻上在关键球为什么出问题？是心理变化，还是什么原因？在后面应不应该做一个及时的调整？看力度，这儿到看这个麦高丽的运杆的细节啊，嗯，他这个弓架往上一趴的时候，第一下非常快的就甩一下，我真担心他这个碰到白球啊。对，很有个人特点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细心的朋友们观察一下。中台不好叫，可以叫十二号底带，然后留一点向左的角度。嗯。再用一个灯杆啊，中杆往下蹬就行了，角度还是比较合适的。叫十，争取也叫直啊，底往回拉，黑八右边，中带。当然这是一个最佳的线路，如果叫出来点上下的角度，那就需要再调整了。注意身下。擦白球，再调整。十秒 ，ten seconds， 五、四、延时。这准备参加我们大师赛的爱好者朋友们啊，一定要知道，当你上场击球之后，擦白球的时间也是在走秒的啊。又是一颗不算很难的球啊，对，前面马克这种球就是最少第二次了，他这个延时也叫了，球也擦了，还是没有打进。对，今天上午我们也聊过这个问题啊，有些时候呢这一套流程做完之后会有一定的缓解紧张的这个作用，对，但是也有些时候因为本身心脏不够大，倒是增加压力了，把这个放大了，纠结的时间延长了。对，你心里边会老去想，我到关键球了，到关键球了，啊，擦一下白球，啊，擦一下球杆，叫我延时，对吧？老会想这些事情。如果说你养成习惯了，这都没关系的，到时候你老是惦记就，对，容易出事儿。还是有点轻，五号还可以攻，并且六号球的左下方底带也是够下的。我总感觉这个麦高丽每次接完球之后，这个白球的尾速都不够。他这个杆啊，和他的皮头导致了他的白球打出来效果，就不会说后劲儿非常足，特别薄，而且应该是比较硬。这也是个人使用习惯啊。对，没有，这杆算是漏机会了。从下面绕呢，还是从里面走？绕两扣出来，力量太重了。这一段时间怎么感觉陈建峰有点失控的样子？是，不会了，
球打进去没得说啊，但是力量。又漏了，十二号，高杆推两到三库可以叫同带，但是这个球还是有一定难度。甚至于说你可以再挂一点点右塞，右塞，对，不然就低杆直接啊弹边库，同样往左边走，还是带塞打高杆，确实难啊，这个球挂一点右塞的话可以 K 边库。二号球带一下中带，没有，做一杆防守。从上往下解右边，这种失误啊致命。这球真是啊，后面这几分球丢得太可惜了。希望这一段心态的这个失控期啊尽快的过去。抓住了陈建峰的低级失误，麦高丽7-3领先。十一局，马克麦高利开球。
7-3，目前马克麦高利啊在比分上依旧是领先陈建峰4分。陈建峰呢这里边啊最少有3盘球啊都是主动的去丢的分，算上刚才那一盘袋口球没打进，4分了。这盘双方又陷入了一个控局的僵持阶段。是的。10秒，验时。看一下谁能先选到球，扎杆，10号球白球不要双落啊！好球，先碰了一下12号，看右边中袋是不是可以接着进攻，白球并且向屏幕上方去走，叫到11。这样的话，再用利用11呢，白球可以再向下交位。好球，现在画面上最难掉的一颗就是红三上方那一颗了。效果还不错，看看13右下角是不是也够下了，够下的话可以推9弹过来，把13先打了也可以的，而且左边的14号很好去过渡啊，黑八。现在落后4分，还是应该抓紧时间先把这简单局面打光。对，这种球没有必要再过来左看右看，抓紧时间了。打14，就是再利用9来叫黑八了。中低杆弹库啊，第11局陈建峰胜，比分扳回1分，4-7。还剩20分钟的时间，12局陈建峰开球。
先来看选球，黑八附近啊还是有两颗单色啊，然后还有两颗花色球。屏幕上方一颗黄一，下方一个九，从难易程度来看的话，当然还是说花球的九号进攻起来更简单一些，但是也要看衔接啊之间的一个位置关系。那马克麦高利呢，一上来也是利用力杆打进自己球，同时呢将对方的花球顶到了库边上，让给对方呢也增加了一定的后面进攻的难度。再来拼可以拼二啊，白球也可以去顶对方的十一。一上手现在去打七的话，打进呢也只能叫下方的五号球了，所以说不如去打二号。效果一般啊，红三这边也是刮到了右边库边上。黄一身材球，这个杆球打得还比较准，七号球有点薄啊，打中带比较薄，那底带看左下角的角度，选择有机会可以过来顶红三白球。这三号是关键点，好球，看有没有开出机会，应该是有了，效果还可以。嗯，这个又打得漂亮，白球入库的点啊抓得非常准。但是啊，这个麦高利要吸取前几盘类似这样的球，角度并不大，中长台的底带，今天的比赛至少失误了两次，对，失误还是比较多的。速度非常快啊，对，总是感觉他要发很大的，是，这也完全是个人习惯了。这也是迷惑对手的一种方式。他梅林啊，每次出杆都是拉满弦，对，但是力量一出去靠速度来调整，对，但可以说他的这个基本的功啊特别强，扎实。这边说着麦高利还一个机会，对，那看看陈建峰能不能抓得住啊！关键是这样的，他们前面其实有很多机会都是来回来回的，那最后还是陈建峰又把机会还回去了。麦高利前面都特别好啊，就是顶不住后面一颗或者倒数那么一两颗的压力，没错，难度吧
跟他前面有些球比一点都不大，像这个球也是一样。对于陈建峰来说也是，就是正常发挥应该问题都，这都不是问题，这球有难度，可以打得进。但又没打进，彻底崩盘，崩盘了，崩盘。我感觉陈建峰现在一个失误接着一个失误之后，他现在已经不想再上场击球了，那种坏情绪已经无法控制。哇，这边真是传染了啊！开始往，就咱们经常说的话，往外抠了。开始，都是压力，现在已经释放特别大了。两个人很紧张，真的。说表面看出来没有，落后有压力，内心里有紧张。这领先那么多也有压力。就这台球啊，可见，哎，修道者如牛毛，得道主如晨星啊，都打。都练，为什么人家能拿冠军啊？为什么冠军只有一个啊？就在这儿。季军有时候并列俩。是的。那话说这个，我忽然想起来，以前2006年那个时候打乔氏嘛。嗯。打乔氏有一个并列第九。嗯，对。有过。这事儿我跟你提过吧？嗯。并列第九。就是前八是前八，九到十六都叫并列第九。嗯，现在有的球房的比赛啊也这么叫啊，他也管，觉得你后面一分的话，比如你第九、第十、第十一，对，也就那么一叫，不如直接就是并列第九，因为奖金都是一样的。对，有的时候非要决出个子丑寅卯来，也是因为奖金的不同，比如第七多少钱，第八多少钱。你后面这个十一、十二、十三怎么打？打完谁输谁赢了，那赢了之后有没有区别？对，然后后面直接就并列第九。啊，擦白球，九号右下角还是够下的，这颗球下点低杆，不要滑杆啊，关键是杆头。今天两次滑杆了。而且还要避免二次撞击。看什么角度啊？是高杆推两库还是推一库？甚至于说定在那里直接打，还是说不落后不会打呀？一杆准度。五比七，陈建峰胜，比分五比七。三局，麦格利开球。
双方现在是一个两分的分差。是不是陈建峰是一个节奏型的球员啊？嗯，就是我快下来啊，火箭的速度我就打得特别好。来不来？哎，黑八，犯规。第十三局，马克麦格利胜，比分8-5。这个球薄的还真的是挺漂亮，真的很准。我刚要夸他，但是这个球黑八、啊。这一分，今天算是这个又。今天比赛送了对手4分了，已经啊。嗯。把这4分，咱们假设搬到陈建峰这边，早已经完事儿了。嗯。今天是送了对手4分，击球当中2次滑杆。14，陈建峰开球。有机会，但现在是有机会，抓不住啊！时间也是个问题。再一个，他这个球后面又出问题了，出事了。好球，8分钟赢3分啊，看能不能完成这种情况，并不算太难。8分钟赢3分，难就难的他能不能对吧？持续的表现，老是打在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颗的时候就失误了。推过来，白球别贴库，还行，真是打节奏的啊。太多了，再拼一杆反角，第14局陈建峰胜，比分6-8，开局先来。节奏型球员，然后再有机会扳平，打个点球再获胜，哎，那可就是有点意思了啊！惊天大逆转，想起了足球场上的伊斯坦布尔之夜。怎么了？伊斯坦布尔怎么了？我就看您点头。对，伊斯坦布尔之夜嘛。啊，对。肯定不是早上对吧？对，不是吃早点的时候，是晚上。晚上，同学们都放学了。第15局，麦高利开球。这欧冠的决赛啊，当时这个是利物浦跟 AC 米兰 ，AC 米兰上半场3-0领先，最后下半场让人家连扳3分，最后点球输球。在伊斯坦布尔打的？对，土耳其的啊，伊斯坦布尔。当时这个领先那一方。在中场休息都已经庆祝了，开始啊，有这种情况，有高兴太早了，对，丁光五四一顿爆脆，让人家连扳3分，然后最后罚点球还输了，像什么舍甫琴科啊、皮尔洛啊，当时这些球员全都
找人守门员脸上踢啊。是吧？那么坏的？踢得臭呗。后来是时隔了一年，第二次两个队又碰上了，后来是米兰获胜。决赛还是？决赛还是决赛。有实力啊。你看这边，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关键是现在炸球进了，而且这个局面还相当好。但今天麦高利他很少打光啊，最后一两颗球开始，出问题球吧。那现在这个角度又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度，有保一下第一个，高杆推的话还要小心，右边十号球这个位置是有很大可能会顶到的。还好避过，位置合适。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五分钟。5 minutes left. 又到了这种啊，角度比较大的薄球。看力量，推绕两步，直接低杆横抬，要小心 K 到球。还是跑两步吧，对，可以从十三下面走啊，然后从五八缝隙中间出来。但是马克肯定有自己的一个场上的想法，比如说我用什么杆法最保险能够打进并且交到位。他下低杆了，直接横，还好没有碰到球，那再推，最后再拼一个黑八。这球你推弹一库都可以。非常可惜啊，帅气的陈建峰今天是失误特别多，就是低级失误啊。麦高利这球推的也是够惊险。薄中带还是翻中带？运气。本场比赛结束，马克麦高利。哇，这个球上天该着了。最后戏剧性的场面，八号球底带。恭喜麦高利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下一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晚上6:20，我们一会儿回来。好的，稍后再见，各位。